魔幻组合全新登场，恶作剧二晚。当婚礼的钟声响起，爸，谢谢你把湘琴养得这么好，我要好好珍惜她。你以为爱神的恶作剧已画下休止符？结束，结束！哦，不不不，恶作剧才刚开始。不知道湘琴跟植树初夜会怎么样啊？哦，不知道江直树呢是全方位的天才，天才的实力当然是100分了。直树与湘琴的精彩生活就此展开，老公关岛实景拍摄，打造全新的偶像场景，2007年最让观众期待的压轴偶像剧恶作剧二吻。